终于可以还这个欠了多年的承诺。很多人说时尚是一种态度，抛开束缚，去另一个国度，寻找自己心中最有自信、最舒服的态度。科技2018大秀，场地布置成好像一个罗马遗迹的废墟，那些仿佛古董的腰包和半圆保龄球包，搭配新潮闪亮的运动衫，相互激荡出不同的创新风格。大到爆头的音乐和烟雾弥漫的空间，让所有人瞬间震撼。米兰第一场秀，在米兰多了一种时尚精神的信仰。来自世界各地的崇拜者，为了自己心中的时尚信仰而来到这。Prada 2018春夏女装系列，设计师将女性的能量、奋斗、工作与想法，彰显出个性鲜明与率性的风格。Moschino 狂野、梦幻、摇滚又疯狂，颠覆又叛逆，最后再来个百花簇拥，这么带劲又有力道，姐姐爱爆。You caused me trouble and that ain't right. Kept my mind racing all through the night. I took the words and I kept them in. I didn't see that your words were, well, they were poisoning.饭店附近走走，日常的米兰大教堂不忙碌，看着广场中鸽子的悠闲，用优雅掩饰饥饿，不停地吃着，就像伸展台中的 model 一样，后台的忙乱，前台却也优雅定神。米兰大秀的第二天， Max Mara 春夏以驼色再度展现女人利落帅气的精神。Fendi 一系列以条纹和格纹为主的落肩设计，让女人的柔美浪漫表露无遗。下午实际进到 Gucci Showroom， 看到更多衣服配件的细节，更可体会设计师的巧思。忙碌的一天，你觉得他们饿了吗？而我饿了。Hello， 我是姐姐谢金燕，很开心。我相信你们看到姐姐也很开心，因为姐姐剪短头发，是不是很好看又时尚？现在姐姐在保姆车上，现在正准备往第55届金马奖的星光大道，然后已经等一下应该非常的紧张，而且很多巨星。今天当颁奖人，今天要颁的是最佳新演员奖，很期待，很开心，希望大家觉得我现在很漂亮，呵呵，然后金马奖希望大家顺利。
如果工作可以让人暂时忘记忧伤和烦恼，那么这就是最好的工作。Tad 绣上配件都很喜欢，鞋背小包包非常可爱，用丝巾捆绑的凉鞋也好看，充满度假闲适氛围。 Bergamo 首次把时装秀搬到户外举办，现场布置成绿荫花园，搭配粉嫩轻柔的服装，顿时觉得春意无限。美美的姿态，美美的眼神，美美的线条，每个人都想要美美的。Hello Vogue, Vogue Taiwan, I'm Jeannie, 我是姐姐谢金燕，大家一定很熟悉。Thank you so much. 我今天的这一件衣服呢，就是 Michael 他最喜欢的五件的其中一件，所以他刚看到姐姐也说，哇 ，You look so amazing. New York 是第一站嘛，我们会再去伦敦、米兰跟巴黎，那会。跟着我们 Vogue Taiwan 一起，所以大家敬请期待咯，想看姐姐如何的帅，一定要锁定我们 Vogue。我去 fitting 的时候呢， 我觉得应该是店里面最闪亮的一件，越浮夸姐姐越爱。我觉得今天的感觉是很棒，而且是很撞色的，紫色的衣服闪亮亮 bling bling， 你看她的鞋子，还有这个包，如果浮夸，但是呢，当它集合在一起的时候，一切都非常好，真的很期待 Moschino 的秀，所以我特别的开心，想说等一下就开始物色之后可以上台表演。的衣服每个人的脑海里都有一个神秘的房间，由各种奇幻的时刻组成。在这个房间里，一切不受限制，你可以任性在某个神秘的时刻停格，难忘的经历全自动储存。不可能重来的时刻，不可能重来的关系，抹上一层固定剂，
装在神秘房间里的记忆，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的我。